Hello，我是易华哈。我平时有血糖高，我的血糖很高。然后今天我去看医生哦。我一进去，医生跟我讲：“哎呀，很好，你的血糖降到很多。”然后我就很高兴嘞，然后就是感谢这个水，我喝太这和个之水，随意。那这你个的体水重也减轻了是吗？体重也减轻2 kg 多，2 kg 哈，因为你定的水还没有到哈，还你没有只是到。拿来喝而已哈。我喝哦，大了，概喝了2、3个礼拜哈。你看你定的水都还没有到，你的身体的状况已经改了，所以你现在你大量的喝这个水啊，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健康哈。所以要经常祷告，感一谢觉主。睡到天亮，感谢主，主感谢主，给你们恩哈，给你们福哈，给我还你。有力气去打扫房间呢，哎呀，太棒了！所以谢谢。你现在很活，很灵活呢，哈，对。帮助很多人。你有了这个仪器之后，你大量的去供水给人家喝了哦，帮人家，人家帮你，你帮人家，高兴。这个是上帝的爱给你，你就给别人哈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一华哈，谢谢谢你谢啊，嗯。